如果我哋好狠心咁将呢一个 LEGO 嘅心心分开一半，再分开一半，再分开一半，分到冇得再拆细呢，我哋就可以得到造成呢一个心心嘅最基本单位 basic unit 啦。佢就係一粒红色嘅 LEGO。咁同样啦，如果我哋将啲 element 例如黄金切开切开再无限次咁样切开呢，切到冇得再切啦。咁我哋就可以得到造成呢一个黄金嘅 basic unit， 我哋叫佢做原子 atom。大家唔好以为自己识得 atom 呢个字咧就好似好劲咁啊，走去科技嘅尖端。因为原来响古希腊已经有一位好聪明，精通物理、伦理、数学、教育、音乐、绘画、作诗、雕塑嘅哲学家德谟克利特。他在大概2500年前已经提出了有关 Atom 这个理论了。他提出万物都是由原子和虚空所造成的，而所有的事物的产生其实只不过是 Atom 之间的组合。他所提出的理论到今时今日都有很大的影响力，而不同的 element 是会由不同的 Atom 所造成，但是其实不同的 Atoms 都是由相同的 Subatomic Particles 所造成的。Subatomic particles 即是比 atom 更小的 particles。 在1913年，一个丹麦的科学家 Niels Bohr 他提出一个 model 去解释一个 atom 的 structure， 称之为 Bohr's model。 他提出的 model 呢，简单的说呢，是指一个 atom 是由三种 subatomic particles 所造成的，分别是比较重但是带有 positive charge 的 protons，同埋同 proton 有差唔多重量，但系唔带任何 charge 系中性嘅 neutrons， 加埋比 proton 同 neutrons 轻好多，带有 negative charge 嘅 electrons 所造成噶。electron 所带嘅电荷咧系同 proton 系一样噶，不过 proton 所带嘅系正嘅 charge， 但系 electron 所带嘅咧就系 negative charge。相对较为重嘅 subatomic particles。proton 同埋 neutrons 系会黐埋一齐而造成一粒好 massive 嘅 nucleus， 而因为 proton 系带 positive charge， 咁所以 nucleus 咧都系带 positive charge 噶，而带有 negative charge 嘅 electrons 咧就会响唔同嘅轨道 orbit， 或者更加准确啲嚟讲叫做 electron shell， 围住粒 nucleus 咁不停咁转。因为一个 atom 系 neutral 噶，系唔带任何 charge。所以带 positive charge 的 proton 的数量呢，就一定会和带 negative charge 的 electrons 的数量是相等的。但是在 nucleus 里面的 proton 和 neutrons 的数量呢，就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，但是它们之间的比例呢，是会有一个稳定的范围。如果 neutron 和 proton 的数量比例是超出了这个稳定的范围的话呢，那个 atom 呢就变得很不 stable， 最终会引致核分裂 nuclear fission， 产生大量的能量。这个呢就是核电产生的原理了。近年科学家已经透过粒子加速器证实了原来是有一些更加细粒的 subatomic particles 造成 proton 和 neutron 的。已经证实的呢就有六种不同的夸克 quarks 和几种包括 electron 的氢子 leptons， 就可以造成宇宙里面所有的物质了。但是当然啦 ，DSE 的课程就只会去到 proton、neutrons 同埋 electrons 嘅啫。但系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多啲嘅话咧，咁大家不妨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 Standard Model of Atom， 咁你就会揾到好多相关嘅资料啦。另外一啲课外嘅知识咧，我都觉得几有趣噶，就系发现 proton 啦、neutrons 同埋 electron 嘅 history， 乜嘢叫做 Gold Foil Experiment、Careful Wait， 边个系 Rutherford？J.J. Thompson 等等，大家都可以 Google 一下㗎。